我们今天要来去燕屋，对，这是我们的二燕，希望今天一切都是完好的。距离我们一燕隔了三个月，对，差不多三个月，因为我们算是一燕的尾巴，对，所以我们二燕也是尾巴。希望今天缺失都能改进，对，就是改进的话，我们希望尽快交屋啦。详细状况跟着我们看看吧 ，Go。我想说怎么还是没有门？可是我因为这个是装上去之后就没有动过哦。对，所以你要看，我是怕拆下来之后会脏掉，就会可能会像鬼屋都写在这边。它不是会盖一个什么透明的膜还是什么？不会不会，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这个怎么开？这个这样子开。哦。下面是电信。哦。上面是电器。这个就是不平啊！你看它刚刚压一下就空隙就掉下来。尤其有震断的话，那所有往这边吗？对，往这边，右边密的。会，正常的。啊，这样，它就是这样子。啊，它可以这样收进去。对，这边折起来，这里，它就这样子卡进去嘛，它就这样子一个吊带吊坠这样子，这样子。一粒的，对啊，这里一堆都一粒的。好，这我再帮你整理一下，好不好？好，那我要签了。哎，你看一下，你签看一下，没问题在耶。外面的吸力看凹凸不平，里面的中心地砖，然后浴室两个那个生锈，然后我上面写不要三页的，嗯，然后浴室的用了，看好了。今天很多啊。对啊。带你们上来。大家都迫不及待。嗯。这边有个包点的。对。这只换掉了。哦，好。换掉。这个。所以我们到时候整个全部装完之后，这个再拆掉嘛，就连那个装修。对，你要拆，不然它不会感应的。好。嗯，还是没有收到很漂亮，好吧，还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今天的日期帮我写完成，然后签一份你的大名。今天的日，今天11月1号。你看一下它是几号？小心吗？可以踩吗？可以。好，那你下去看几号？0002。好，那我就记二。好，那反正就是平的。哦，我只是让你知道说你的水表在这。对。就看这尺度还有没有效。好，应该是有效，我记得是有效。对，因为它是覆盖，是覆盖你的密码，不是覆盖你的尺寸。好。那啊，你这个可能要提，我怕它那个有撞到那个。哎，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就全部到这，就可以直接到这。放进去。会有感觉，因为它这是静音的，只有取暖声音会比较大。哦，好，然后我先按干燥，它已经按干燥。它怎么那么晃？有衣服的时候它就不会晃了。按监听。好。
我的手在，你看到？哦，因为它有那个膜。好，对对对。哎呦，你按到拍照了，没关系啊，你的手。啊，这个怎么？这是什么？看一下，你们家的是这个。它这个哈，这边都不用看，你要看这个淋淋，存在这边吗？对。好，啊，这份我有退给你了，这一份就是在这里，对，已经在这里了。嗯。然后这个，所以这边要清掉。哦。然后我们要全部都你的，谢谢你。经历了从我们医院到现在是过了5个月，对，我只能跟大家说烟雾公司的钱真的不要省因为其实我们一院的时候是有找烟雾公司的，但是烟雾公司只有配合到一院，所以二院三院我们都是自己来的。可是呢，因为烟雾公司在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会知道说这一些可能没有办法糊弄或是什么之类，所以他们会比较照单全收。但是二院跟三院的时候，他们会有比较多的说法可以让您，我觉得也有点自己说服自己啦。因为其实后面的话，我们都还要再去进行装修啊，还有后续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比较急着入住，或者是之后真的会有比较大的装修工程的话，可能就有一些小瑕疵，我们自己要说服自己这样。但整体来说，我还是非常满意的。今天因为我们住户比较多，所以等了5个月算蛮久。对，非常久。我们总共有3栋，然后每一层大概都有7到8户，这是一栋的哦。所以我们有3栋，然后人真的比较多，而且我们还算比较早验屋跟交屋的状况下面，我们还是等了5个月。所以大家如果有买预售屋的话，可能时间成本啊，还是要自己抓一下。那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喽，之后的装潢影片记录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